主料：鸡肉200克，青椒1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鸡精、芡粉、白糖、蛋清、醋、酱油、蒜苗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鸡肉洗干净，食材切好备用，加入蛋清、淀粉、盐，拌匀后腌制20分钟，青椒下锅翻炒。片刻后把蒜苗放入锅内同煮，锅里放油，放入肉丁滑炒一下，翻炒一会，最后再放入炒好的青椒回锅，加入前汁，翻炒片刻，浓汁出了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鸡丁不可炒太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